母亲节是一个感恩的节日，你为了要伫浙江来感谢平常时啊上届辛苦的妈妈。关庙先生企业是再度联合各界力量，举办了送鸡卵糕的活动，请送鸡卵糕给关庙的单亲妈妈也是爸爸，希望讲为因带来过节的欢乐。为了要庆祝母亲节，今年关庙的先生企业再度汇集了各界力量，共同要来举办送鸡卵糕的活动，希望当让大家拢感受到过节的氛围。非常感谢咱今仔日的赞助单位。首先，我要感谢是咱祥鼎股份有限公司，咱的薛董事长，加咱的赛事会，啊，搁咱的贵营分局，以及咱后勤部吼的指挥部，吼大家共襄盛举，啊，来举办今仔日这个单亲送蛋糕的这个这哪有意义的一个活动。这个活动，阮已经持续六冬啊，拢咱的薛董事长吼，咱在地企业家，哎，伊非常的发心，哎，伊看到咱的单亲妈妈啊，咱的爸爸身兼母子父子，非常的辛苦啊，所以感谢因。你其实上届两届活动已经连续举办相当侪年，主要是顶水区来单亲妈妈，也是讲爸爸来进送，希望大家莫因为现实环境的影响，就来袂记得这个重要节日，嘛是要共同来感受母亲节的温馨气氛。最主要我们的对象就是单亲妈妈，好、哦，那个慈辉啦，好、哦，慈辉的母亲节哈、哦，他们的用心，一个人要支撑一个家庭也是蛮不简单，所以我们区长也很用心哈。哦找一些朋友来帮忙，台南市那个贵人市指挥啦，贵人分局这边，还有台南后备指挥部一起来协办，让这个活动更加有意义。军警民都合作，跟区长这边合作，让这种日子大家都会觉得很快乐，有温暖，有温馨。即天总共准备了160份鸡卵糕，要来敬送给大家。要透过小小的心意，让辛苦的家长会当感受到满满的温暖，共同来过一个欢喜的节日。记者郭正明，关庙区采访报道。